出来读书，我觉得如果摆在现今的社会，甚至是网络里面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酸民，然后它可以造成别人的伤害也很大。是，的确，我们都有好多话不敢讲，我们怕我们表达出来之后，我们就会变成讨人厌的人。你认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，需不需要一点点的虚伪？